It's now story time。很开心，今天娟娟依依要跟小朋友一起来说故事。今天娟娟要讲小白兔的故事。小白兔耳朵，小白兔跳跳跳。今天娟娟要说，一只小白兔，它跑跑跑跑到外面去，它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注意来听哦，一起来。你若跑跑跑跑跑，我就追追追追追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。我们再来一次。你若跑跑跑跑跑，我就追追追追追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。哦，原来这首歌是小白兔的妈妈唱的。为什么小白兔的妈妈要唱这首歌？原来小白兔每天在家里，他都在想，哼，在家好无聊哦，在家，电视也看过了，饭也吃饱了，哼，游戏也玩完了，好无聊啊，那我出去玩好了，那个外面的小鱼好好哦，它可以在水里面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。如果我是鱼就好了。小白兔就走啊走啊走啊走，就走到海边。它说：“我要扑通跳下去，变成一条鱼。”妈妈在家就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变成鱼，我就是一个渔夫，我拿着钓鱼竿，扑通，我就可以把你钓回来。你是鱼，妈妈就变成渔夫，因为你若跑跑跑跑跑，我就追追追追追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。”好，我变成鱼，妈妈就变成渔夫，要把我钓回去。那我再来想一个办法好了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把手拿起来。好，没想办法。那我变成石头。石头不会动，妈妈就找不到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跑跑跑，跑到一个山上面，我去变石头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一起变石头。都不可以动哦，石头不可以动，这样妈妈就找不到我了，好开心。咦，可是妈妈说什么？你变成石头在山上，很高很高很高的山上，没关系，我要变成一个爬山的人。哦，妈妈就去拿绳子，拿帽子戴起来，妈妈就开始爬山。我要到山上去找到一个石头，因为你若跑跑跑跑跑，我就追追追追追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。哦，妈妈好厉害，我变成一个不会动的石头，妈妈也可以变成爬山的人，把我挖回家。好吧，那我再想一个办法。小朋友，我们再想办法。想办法。哎，想到了，变成一朵花。那花在哪里呀？原来花在花园里。哦，这边有一朵红色的花，蓝色的花，粉红色的花，黄色的花。那我躲在中间好了，我变成花，妈妈就找不到我了。咦，妈妈说
你变成花，那我就要变成一个花园整理花园的人，我就拿着浇水的水壶去，我就可以看到你了哦。因为你若跑跑跑跑跑，我就追追追追追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。我变成花，妈妈就变成在花园里的园丁，又把我找到带回家了。那我再想一个办法好了。我想到了，我变成一艘船，因为那个船在海里面就可以浮浮浮，可以走得好远好远好远，妈妈就找不到我了。到海边变成一艘船，我要开始船要出去了。妈妈说没关系，你变成一艘船，我就变成风要把你吹回家。我们一起来吹，一二三，还没到，再来，一二三，因为你若跑跑跑跑跑，我就追追追追追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。哇，原来我变成船，妈妈就变成风，可以把我吹回家。小白兔想一想，其实当鱼每天都在水里面，当石头还不可以动啊，当花只可以这样啊，脖子好酸哦，当船就在海上面飘来飘去，还是回家比较好啊。小白兔走回去的时候，看见妈妈就坐在椅子上面等她，好开心，她就赶快跑跑跑跑去坐在妈妈的腿上，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觉得还是当你的小宝贝比较好，我喜欢听你唱，你若跑跑跑跑跑，我就追追追追追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。原来在妈妈的怀抱里面最棒、最舒服、最温暖、最安全，我们都是妈妈的小宝贝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一起跑跑跑，跑到妈妈的怀抱，让妈妈把我们抱起来，因为我们是妈妈的小宝贝。今天真真意义的故事说完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 Thank you for coming. We hope to see you next Wednesday. Goodbye.